大家好，兄弟，你用的巧克力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感觉挺好。我这照它繁种两天，这还比它高。茎秆现在也比它也挺有弹性，是吧？挺好。来看看花多不多？真多哈，花多。现在这个从高度上来看，现在明显的就落它了，是，颜色比它浓厚。今天是割多斤？我一亩地就割10多斤儿。现在看出是非常好的了。现在开始是吧？来年还得买苞米，争取都使，苞米也苞米使。我得使，表现怎么样？挺好，也挺好。姐，这是在往大豆上，真看出来效果，高度就差一脑袋。它这边黄的叶片，你看这搁那玩意儿，你看咱这边没有黄的，新没黄叶，没是不是？非常非常的好，分界线哈，看看这样式的，有差距。它比它这个高的早种了3天，并且底叶子，咱家是没有黄的。它这就黄的太多了，花也没有咱们多，蜘蛛也没有咱们健壮。刚才又在地里啊，我又薅了2颗黄豆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使用巧克力的，这个就是没使用的。那么现在看着使巧克力的根系啊特别发达，并且呢，株高也比那个没使巧克力的株高高，开花也多。看看这花，看这豆荚，看看这豆荚都做出来了啊，看看这个没有，差距真的是挺大。并且这花一节节非常多，这是一节、2节、3节、4节、5节、6节、7节、8节、9节、10节、11、12，现在12节了。那你这个呢？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、六个，那差太多了。我们的产量也得差的更多。放地下看一下，是吧？能看出来，来，瞅瞅吧。